手术室在这边。等一下你就好好的睡一觉哈，然后早点回来啊。你自己之前第一次知道那个巧克力囊肿是什么时候？其实差不多5-6年，它从2公分，然后慢慢变成4公分，然后4公分变成6公分，6公分变8.5公分，它已经大到它压到我的膀胱，然后以及经期来会很痛很痛。30岁的小蛮为了健康以及能和少翔有爱的结晶。8月时做了微创手术，摘除巧克力囊肿。它会打二氧化碳进去，在你体内，它会有一个空间让你肚子鼓起来去做手术，不然其实空间是很小的。它是会用一个无尘袋，反正就是特殊医疗器材，然后塞到你的肚脐里面，然后把那个卵巢的囊肿放到那个袋子里，把它戳破，就有点像气球，它可以把它拉长，用拉长的方式拿出来。我就说我真的是生了一个 baby 啊。那你可以走动吗？也是尽量不要前面啦，可是医生会要你起来走动，因为你要让二氧化碳排出来，然后你拍的时候啊都会咚咚咚，真的有声音。那你现在还要去复诊吗？我现在还是会复诊，其实到完全痊愈是3个月，然后我都会包束缚带。束缚带其实就是防止你子宫脱垂跟卵巢脱垂。我真的不绑的时候都有一种下坠感吗？对对对，真的有一种松松的感觉。我很乖，我绑了一整个月，我都到刚出门之前我都还绑着。那现在这个状况，医生有说大概最好的什么时候再受孕会比较好吗？好像1个半月就可以，就是开始受孕这样。希望赶快有蛮小蛮2.0。我老公是女儿控，非常非常想要女儿。那如果是儿子的话，不是就会他就说满周岁就出去找工作。讲到工作，就不得不提这对夫妻也是这波疫情下的受灾户。比如说这一年啊都没有工作啊，我有到这边来打工啊。对，我朋友收留我。那有被认出来吗？有啊，那有什么关系？那少翔也是没有一直都。对啊，他还帮我洗碗啊。我们还有去那个文化部的补助，哎，我们两个都有申请啊，纾困。大家真的都很辛苦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才开始就想做频道。看到我们其实有爱的感觉，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的。